座理想的王城，往往以九重天子居为轴，向南北延伸，向东西展拓。天上紫薇宫，人间帝王城，无序的天界以紫薇星为中心，有序地运转着。不管日升月落，紫薇园始终居于中心，永不坠落。而人间仿照天界，以天子居为中心，所谓天人合一，居中而治，自古以来都是如此。天人合一，古今一贯。